找工作的 week 2， 台风天也面试，梅雨的时候也面试。很幸运地，第一天的面试上了。很傻眼地，第三天的面试要剪 A 片。Not bad, 哈、huh? ，行销管理师的头衔好像不错吧 ？By the way， 我的 Hero 7在我从永和回来的时候就故障了，大概跟我的脑袋一样吧。